这些，那咋整啊？咋整？玩这个？搁哪整的？家里留的。啊？家里留的。家里留的。留多少年了？我这一老头留的我俩去了。大爷，你这鉴定几件了？鉴定两件了。刚才鉴定的是啥呀？鉴定是小枕片。啊，这是老的，对，是玉，秀玉的，老的，这老的啊，是老的，老的啊啊，这个值钱吗？不值钱，啊，这个不值钱，我估计在地摊上能卖个50-80的。那好了，那咋整啊？咋整？那你赔了吗？不是？哎呵，不在乎啊，不在乎。我在乎，给你吧，看你岁数太大了，走吧，走吧。你好，看看梯子、桌子、门都有。这雕的是个啥呀？这是个人参，人参蝙蝠吧？啊，雕了个人参呐，这是人参蝙蝠，然后上面雕蝙蝠，嗯，啊，这边是福财，对，这是俩字啥字啊？享福啊。哎呀，这东西新的，寿山石，您说了算。我们不是我说了算，不正义，不正义哈。这那这个东西嘎嘎新，您看是不是田黄的？田黄啊，这是白田，白田呐。啊，你好好看看，我看的不是白田，你要看不是，还不正义啊，不正义，不正义。我看它第一呢不是白田，第二呢它也不是黄田，啥田都不是，梯子、桌子、门都有。我那是你看，我看是皮子没有，格没有，纹没有，啊，对，不正义，哎，哎，不正义，不正义，不正义啊！这又是白天吗？这是，哎，这是黄天了。这是我唯一的一个就没猫过的，没猫过，就是没猫过，就是忘了啊。他的保养都好，原来这是一家的，这是一家的，这是黄奕的，啊，这。这什么？这个都是一家的，这也不是天皇，这也不是天皇，跟嘛天皇都没关系。你说这多，在我手里就20年，在你手里就20年，在你手里20年，他也不是老的，对吧？你这咱不以为这个发生意，办不到，说这事儿。你这东西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这字雕的，这气什么玩意儿啊？就这字啊，横平啊，竖直啊，都不是人雕出来的。哎呀，你这可不行啊，大哥，你这可不行。你这印章啊，嘎嘎心，毫无正义的心，没毛病啊，不正义，不正义，犯不着，这东西不对啊，大爷啊，就找不出来。下药带回来。哎呀妈呀，还有蓝光啊，你这啥玩意？你这是玉吗？您看看呐，我这不是找专家来。哎呀妈呀！没看过这小人蓝光啊，而且这还收光，你这玻璃不是往外反光？玻璃不是玻璃，琉璃，琉璃啊，古代叫琉璃，后来叫玻璃嘛。收光，往里收光。哎，对对，不往外反。来吧，这个对的扣一，不对扣七吧。来吧，来了一个大哥，收光，地道的天津大哥。完了，他们都说七。那七不行，他说了七不行，你们别老扣七了啊！他说了，这大哥说了，那扣七不行，不让扣七我也得扣七，啊，这东西假的，是吧？对，现代的啊，一个玻璃铸造出来的，蓝色玻璃铸造出来的啊，就是这玩意儿，谁能看出这玩意儿能有包浆啊？土里埋的，土里埋的你咋能看出来呢，大哥，对不对？上面粘的都是，顶上全是附着物，所谓的铜锈，都粘手啊。他说这顶这还有包浆，他还能看出包浆来。你说你什么眼睛，透视眼？大哥，你这东西属于臆造级的，地摊上的货，从古到今就没有这玩意儿，谁也做不出来这玩意儿。你在哪个博物馆你都找不出来。想要带回来，那背不住你事儿。那背不住啊啊！多钱买的？我才千倒不贵啊，两三千块钱。到这儿来，那是鉴定东西不错啊，作为一个现代的工艺品，你听我的吧，回去你搁点醋。泡一泡的，刷一刷的，对，刷干净的，当工艺品，挺好看的啊！你这么整的，埋了不拆的，你瞅我这手指头，行了，啊。